我们看一下 PSLW 8青春版的手机台电池寿命定数马术卡，还有另外一个盒子保护膜、充电器、原装耳塞、蓄电池。把电池装进去试一下，它的性能是怎么样的？你看一下外观，外观还是可以的，手感很好。速度还是可以的，我们看一下它，浏览速度还可以。10.2 的系统，800万像素，来试一下它的浏览网页。蛮快的，发达还是有那么大的信息。玩一款游戏试一下，
RW8 轻松版的游戏，游戏速度还是可以的。我看一下他们界面，我找他。暂停呗，好，成了没有？